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，加强开放合作成为全球工商界共同的期望。中国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脱钩断裂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体系构建，推进边境经济合作区、跨境经济合作区以及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，同时积极参与产业链供应链相关的技术标准、产品标准和监管标准等规则的制定。我们将和各方一道积极推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，共同构筑安全稳定、畅通高效、开放包容、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。